Yokoso Japan， 今天我们呢来逛公园，是这里就是奈良公园。是的，其实奈良啊，这比起京都啦、神户啦、大阪啦，大家好像就比较没有印象哦。不过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古都，在日本人心目当中呢很重要的。对，而且这里有很多古寺哎，如果来到这个奈良这里，一定要给他走走看看啊。好，叶里面我问你，请问在日本人心目当中呢，地位最崇高的是谁？最崇高的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木村拓哉。天皇啦，当然啊，天皇呢，其实哈，在日本人心目当中呢，有这个非常崇高的地位。那当然，他决定呢，在什么地方定都呢？大家就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定都，对不对？话说，在1300年前，天皇呢，就做了一个梦。他做梦呢，梦到了一只白色的鹿呢，就来指引他这个困扰的心灵一个明确的方向，要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地方，平静到你可以听到虫鸣声。好，虫鸣声。然后呢，后来他们就是呢解梦啊，才发现呢，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奈良了。是，所以呢，今天在奈良公园这里可以看到呢，成群结队的这些鹿，而且真的有千多只那么多。对。那这些鹿呢，我告诉你，都是呢不可以侵犯，而且也不可以捕杀的，因为呢，对这个奈良对日本人来说啦，你的鹿呢是神鹿来的。没错。明白吗 ？OK，不是我们平时见它的马鹿。哎，对，是神鹿来的。当然了，就是呢，所谓的不能侵犯它，就是说你不能欺负它啊。不过呢，也轮不到你欺负，因为呢，在这里呢，我看到呢，就是这些鹿欺负人的机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小朋友，你们要叫爸爸妈妈带你来，你看姐姐都要抓狂了，那么多鹿。这个时候其实呢，应该会要去买鹿饼。那一个呢，就是这个鹿很喜欢吃的食物呢，然后去喂这些神圣的鹿。哎，是，而且这个鹿饼一定要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鹿饼呢，其实它是用这个米糠还有呢谷类制成的，然后它是不含糖的，也就是说呢，除了鹿可以吃之外，人也可以吃。所以呢，今天下午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请江建文吃鹿饼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吃鹿饼的利弊。春天，原来它也是鹿哎，哦，它是高速公路。拜。录完了吧？哦，好。手，静心。哎，这个你要洗很久哎。哇，这个你要洗更久啊，香香。因为呢，讲了不好的话。啊，那我也要洗了。因为你的左手呢，已经碰过你的嘴巴，在洗。最后把剩下的血吧，因为你摸过人家手。哇，这步骤要记得哦。如果你们来这里的朋友，哇哦，哇，可以吃，可以吃的吗？食べられますか？何の人のこと言うの？是未必有的吗？还是一定有的？必ずありますか？有。啊，哦，きれいこれ，哦，漂亮，哎，很亮哎，那好漂亮，这一颗好亮哦，好亮，哇，大力，不一定一个啊，还有还会有的哈，哎，多，哎，外国苹果。